十岁见钟情，十五天闪婚，如今产二子，生活幸福。三十一岁穿搭更是美翻天。他是谁？他就是张领之。2011年，成龙和张领之在电影《千里渡江第一船》中分饰男女一号，也擦出了生活的火花。之前一直盛传女方大大示爱，张领之曾倒追成龙。某次采访中，成龙大方地回应女方倒追的传闻，证实了两人在《千里渡江第一船》中一见钟情的事实。如今31岁的张领之已经是两个儿子的妈妈了。知性优雅的张领之换上一身温柔色气的服饰，随意地坐在地上，看着镜头，精致的五官让人过目难忘啊。换上另外一身连衣裙的张领之，穿着一款薄纱款式的花朵连衣裙，美呆了。交叉腿而站的张领之，举手投足之间都尽显优雅气质呀。而且张领之的这款质感短发，更是给这身打扮起到了很好的加分作用的。虽然成龙比张领之年长了10岁，不过看起来跟张领之并没有年龄上的差别。换上一身帅气的西装，坐在娇妻的后方偷瞄，张领之这鬼马精灵的表情也真的是很可爱呢。